窗户反锁，大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屋内也没有别人。哎呀，干干干干！导演，四人怎么能放屁呢？导演，不是。灯光老师 ，OK 了吗？准备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走了。纸巾啊，你指尸体的时候要干脆利索点。你再说一遍。不要这样，你是侦探吗？我是尸体来猪脚饭，四十二份。侦探吗？哦，那就是吧。饭定四十二份够吗？四十一份，尸体不吃饭的。老板，你再试一遍，四十一份就够了。还有，别忘了。我要自然光一点，好不好？辣椒酱。哎，朱哥，你不是制片吗？今天什么情况？今天我是演员，我演尸体。哦，他也是的。哪有，甲方给的钱又少，要求又多，没人演了吗？对啊，这个地方这么大，这么漂亮，很便宜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。哎呀，你真棒棒哦！你去爆棚。开拍了，开拍了，开拍了！来，各位开拍。啊，辛苦各位老师哈，跟我们机位再走一遍。来，试机位啊，你焦点注意了哈。来，试机位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我是住楼下的，昨天上午天花板就在漏水，物业是不是要理一下？好了，哎，导演，我怎么演？我要怎么演？来，躺下，闭眼，对，不动，你是个死人，是吧？过来啊！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你进去去了？我没有进去，我出差刚回来，一进门就看见老吴死在地上一滩水，我就赶紧跑下楼去报警了。哎，开拍之前要补一下这个。不要动，这是密室杀人啊！好，来这次，好，来三二一，开始。我住楼下的，昨天上午天花板就在漏水，打电话投诉了，你们物业不理。哦，现在出了这么大事情，你们是不是要负责的？你们谁第一个发现尸体的？我刚出差回来，打开门就发现我老公死在地上。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你进去确认过了？我说了没有，我不是一出差回来，打开门就发现老公死在地上了吗？满地的血，我就……导演还拍不拍啊？卡！陈奇老师，你不要克制我。我哪有？好痒啊！我这怎么搁这呢？大哥，好痒！我问你，死人为什么会笑？尸体为什么会笑？不是导演，这衣服……你告诉我，衣服好像有东西，后面好……什么东西啊？我警告你，我警告你，你再演不好，我让你去演外卖仔，你信不信？不！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躺下，我认真演。躺下。哎，别。好，来准备，三二一，开。你们谁第一个发现尸体的？我出差刚回来，打开门就发现我老公死在那。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吧。别住，你是个死人，别住。你确认过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出差刚回来，打开门他就死在地上了，一滩血，我就赶紧跑下楼去报警了。窗户反锁，大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屋内也没有别人。哎呀，干干干干！导演，四人怎么能放屁呢？导演，屁怎么出来的？哦，你怎么没蹦出屎来呢？没忍住，不好意思，导演。我换机位拍纸巾。给我唱二进一次。好，来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大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尸体下半身湿了，胸口有致命伤，而他的表情。似乎在向我们传达着什么信息。密室杀人案，卡！太不好意思了，我。子君老师，为什么老逗我笑啊？老掐我，我哪里逗你笑？老挠我脖子，好痒啊！你不要挠我。他就得到一个心思，我要挠你。他要死的。不要挠我，挠的我好痒啊！哎呦，我不要挠我。我两只手在这。往后拍。好，来不要挠我了。没挠你呀。密室杀人案。哎呀，探长，我被你说的好怕怕呀。那谁第二个到的？我第二个到的。我听见楼上有女人的尖叫，我就冲上去，大门是开着的，这个女人根本不在那儿。我老公都死了，我肯定第一时间跑出去求救啊。但我看你一点都不伤心呢。别摸我呀。哎，干嘛？哎呦，痒！不要摸手！不要挠背！哎呀，我很伤心，好不好？好了，
钱是我要扑脖子嘛。都别吵了，你没有证据，你没有说实话，我没有，我不要摸我没有摸你。他老挠我脖子，好痒啊！挠我，挠我，痒死了！挠我，还在说我就要讲台，我都想挠你。我很累了，我们进行下一场戏好不好？好。下一场戏呢是侦探会拿着一个紫外线灯，这紫外线灯是照血迹用的。一会儿门卫会一下关灯，墙上的血迹呢会显现。这时候女主给我一个尖叫。好，好不好？就这么简单，来，开始。好，小李。来，动起来。来，计长五级二次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们来看一下屋里还有没有别的血迹。麻烦把灯关一下。这血怎么搞得这么离谱啊？美术啊！哎，我在。这部戏不是这样的，血太多了。这不是我搞的，没叫我弄呀。是你搞的？那怎么这么多血呢？我不知道啊。谁租的房子？发到了，准备吃饭吗？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这里。那个送外卖送错地方了，我出去找了他半个小时，后来找到了。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不完整的开不了机系列，你们能看到它呀，归功于你们的点赞以及字幕表里全体人员的牺牲奉献。如果大家希望我们拍第二季呢，请继续用点赞三连来鼓励我，我会想办法。搜索片场日记之杀不了青热播正当时。